咁我而家咧就喺TL啦，咁就飛翻香港嘅。咁啊，今個trip其實都幾累啦，咁啊，整完啦，心情幾郁闷啊，有啲攰啊，但係今次都食咗幾多嘢啊，咁樣都係啊，因為我記得上次嚟嘅時候咧，我懶咗聲，講唔到嘢，咁啊咩都食唔到，咁啊結果今次就OK，今次冇問題，咁所以就。 期待下次嚟呢場，我係會係喺28號會再過嚟，今個月嘅28號會再過嚟啦。咁就係沙沙嘅宣傳同埋活動咁。咁跟住我嚟兩日29號，咁跟住我1號又會再過嚟，靠兩日嘅1號又會過嚟啦。咁啊，Astro嗰邊嘅宣傳，咁啊嚟緊。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陳嘉碧嘅演出啦，繼續咁啊支持我啦，記住到時候投票啦，Astro要投票啦，TVB嗰度又要投票啦，咁啊繼續支持我，Thank you。